刚才是高峰，嗯，真卖力气，是，话筒都湿了，是也不至于，这也太没，还至于那儿都湿了吗？你这也有点过分了。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啊，晚上我们哥俩来了。对了，我们再说一段。站台上说相声的时候是最开心的，美呀、啊，因为我干不了别的，嗯，我是个废人。你看怎么叫废人呢？说相声、唱戏，嗯，做个节目是、哎、还行，这挺好的嘛。拍戏都不行，拍戏，嗯，这些年我拍那个戏没有卖的好的。你太客气了。看于老师，怎么了？于老师那个去年还拿影帝，嗨，这侥幸。澳门拿了金菊花奖，嗯，谁呀、啊？那叫金莲花奖啊。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重要，差远了啊。那行，嗯啊，拿个影帝，嗨，就值得人家羡慕，是吗？回家来，郭麒麟还说呢，说什么？你看我也演戏，你看我师父于老师拿影帝啊，觉得惭愧。我说嗨，嗯，你大可不必往心里去，是吗？你拿不拿影帝，你也是我儿子啊。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？这话，啊？这好像把我也给绕在里头了。这就是你心脏。我啊，我这句话写出来打到天边去，我也没有毛病。哦，对吧？你过分解读那是你的事情。我倒过分解读了。对，当然您演戏演得好，那是不争的事实。您就这算捧我？我演不好。你也没有。真的。是吗？你要说相声啊，这段相声我能做主。是啊。你要说书，我自己能把这故事一人说明白了。可以，你演电影去，那是人导演的作品，啊，他让你这样，让你那样，那是人家的要求，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发自肺腑的不爱这个，不喜欢。再一个了，我说相声多多少少算是能吃饭，有点成绩了，嗯，人不可能哪儿都好，哦，那没有王法了。好，你在这儿也好，你那行业也好，你都好，那不行，不能够。好，又说相声，又拿影帝，那必遭天谴。我去。我招你惹你了？这个，当然了，嗯，这个俩人出身不一样，这还有出身什么事啊？你看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郭德纲，打小说相声，一步步走到现在，嗯，有的人喜欢郭德纲，有的人不喜欢郭德纲，这很正常。于老师一路走来，几乎人人都喜欢，这也是大伙儿捧，哎，没有，从来没有人骂谦哥的，少。为什么？这还分析过吗？这就出身背景问题。哦，啊，我们就是个。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嗯，人家不一样，我呢，大户人家呀，嗨，谈不到大户人家，你们哪儿有？他家里边那个出身那根本不一样，人家如果不说相声的话，也会生活得很好。嗨，我们倒是不指着这说相声，我要不说相声，我就得饿死，我干嘛去？没得干，人家家里那都上流社会，还上流社会？他们老太太谈不到，他们老太太啊，他母亲。嗯，我是真喜欢上他们家去，是吗？呀，老头老太太，哎呀，有时候你们看我在台上说着玩呢，真是说着玩。嗯，见着他父母跟见我爹娘是一样的，这老两口也是亲热人，上家去一吃饭怎么那么好吃呢？会做饭，尤其老太太的手艺。嗯，老太太弄那羊排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口感，嗯，跟炸素丸子似的。羊排弄出来跟炸素丸子，嘎吱吱嘎吱吱，脆的。老太太弄那烧鸭，烧鸭，啊，跟炸素丸子似的，全是炸素丸子。老太太弄那烤鸡，嗯，跟炸素丸子似的。哦，老太太炸那素丸子怎么样呢？我不爱吃素丸子，那就是不怎么样啊。这，但是我喜欢上家去啊。老太太也退休了，老头也退休了。啊，对，哎，老太太当年那个上班的时候，在这个法院工作。哦，在法院，他母亲是是是，老爷子是在银行上班啊，这倒正常。他父亲在儿童银行，嗯，当这个行长。儿童银行，对对，干嘛的呀？这是儿童银行，就是存零钱的地方，都存钢镚。小孩有零钱了，三分五分的，上儿童银行去存，啊，专门存这个。一料他父亲在那儿当行长，啊，就是头啊，哎呀，尽心尽职责。那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哦。好家伙，嗯，大伙儿说这个老爷子在这当行长太棒，
怎么个好法？没见过这么认真的单位领导。认真是怎么讲啊？你看，比如说每天他都要进行反恐训练，这不是撑的吗？这不是，就存一把钢镚儿叫反恐训练呢？万一来伙歹徒，咵扛走一口袋，国家损失20块钱，那也就剩损失20块钱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 啊，防患于未然，这也得防着。每天中午、上午营业啊，上午营业、啊、哦，正常。哎，中午吃完饭，午饭之后。老爷子就把员工叫到一块儿了，干嘛呀？防止有歹徒突袭。哎呦，我们要开始反恐训练，也不是谁这么不开眼啊。先要练习卧倒，卧倒，卧倒啊。赵姐，嗯，哎，躺这儿来，躺这儿。对对，孙姐，孙姐上这儿。哦，刘姐，刘姐你躺这儿，怎么样？来，我躺你边儿去。你起来，躺到下午5点半，下班了。就这样的人家才能培养出。了不起的人才来，我就反恐训练培养出来的。好啊，怎么好了？到现在于老师德才兼备，你瞧我还都行。在中国相声界，于老师这份儿的，您又是过奖了。您一个是艺术最高超啊，一个就是生活条件最好。家里倒是还行。您这还你老客气啊？不是客气，确实他是我们这行最有钱的人了。你看，越说越过分。哎呀，这有钱不丢人呐，自个儿的心血，工作努力挣的钱很棒。是，这倒不丢人。啊、他哪儿都有房产地业的，买过几套房。他在国外他还买房呢，有的时候去玩去，去度假去。对，啊，哟，这儿住腻了啊，住腻了，出去玩耍一下吧。啊，上外边转一转啊，买张机票啊，奔津巴布韦了。我挑这么偏一地方啊，哎，到津巴布韦啊，一下飞机，反正这儿先得做核酸，那儿也得做核酸，哎，拿着摁着于老师鼻子眼儿啊，啊，哎，这拿的怎么像皮揣子呀？你这揣完了啊，还是皮揣子吗？不是，测完了啊，测完了。但是那个于先生得跟您说一声啊，怎么样，那个这些日子国家征地，嗯，您那房子给推了没了，改街心花园了。那你让我做什么核酸呢？你这个啊，于老师说那不要紧的，改签。哦，就走了，改签奔索马里。又奔索马里？索马里，哎，哦，哪儿都房人家啊，飞索马里，一下飞机人家啊，于老师，嗯，哎，核酸啊，肯定的，这是核酸哦。哎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的法儿，这就。哎，行，甩甩上面的血，没问题啊。但是跟您说一声，嗯，您的房子是在索马里这儿，那是，嗯，被那海盗占用，征了。哎，您那儿呢？您房子那儿他们堆了点炸药。嗨，那我住哪儿？他们昨儿抽烟点着了。嗯，您那块夷为平地已经成了花园了。得，又没了，我这老改花园合着。于老师乐了，不叫事，不叫事，改签，啊，改签，又走了，奔阿富汗。我离开这些危险的地方行不行啊？到阿富汗一下飞机来，啊，我都习惯了。哎呀，核酸。嗯，坐吧，啊，机场人乐坏了。于老师，我们这不是，你这终于不坐了，我们是肠镜。这，哎，换个地方。啊，听着就那么解气，那是。来，把于老师转过来。啊啊，还有一个胃镜，我都没听说过，拿一个东西做呀？做完了啊。于老师，您的身体非常健康。我没问你身体啊，我上这儿住来了。我们机场有车专门送您啊。啊，您在这儿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于老师想起来，我这儿没房啊。我就是做核酸来了，合着我做4回核酸，1回肠镜，我这受得了受不了？哎呀，没白来，没白来。你看过瘾吗？啊，高兴就回来了啊。事儿不大，事儿不小。还不大呢。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说明人家有钱。您是打哪儿看出来我有钱？就这几分儿，连肠镜再核酸，说实在的啊，一般人谁做得起啊？这钱花的都冤啊！但是对人来说不叫事儿，嗯，这就是
大户人家。这我都没听说过，这叫大户人家。我告诉您，您是不了解于老师啊。哎，于老师跟嫂夫人就这两个家庭，嗯，真正的体现了那四个字儿，叫门当户对。那、啊、就是我媳妇儿家境也不错呀。哎呦，那个，咱这么说啊啊，比您家还有钱。哦，他们家还富裕。哎，嫂夫人家里那是真有钱，是吗？尤其是他父母，嗯，就是您的岳父岳母吧、啊。啊，老头老太太几乎垄断了好多挣钱的行业，哎呦，这都垄断呐、啊！真的，早晨四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把门打开了，干嘛呀？开始经商了，这么早就做买卖、啊，不勤奋怎么能发财呢？这要说也是，早晨四点，岳父的门公司的门打开，哦，热气腾腾拎出来，开始卖钱，什么买卖呀、啊？茶鸡蛋，那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个五点啊，岳母的公司开门了，这回是豆汁儿。这几分钱一碗，哎呀，打这陆陆续续的啊啊，陆陆续续的，哎呦，什么叫烧饼啊，油条啊啊，哎呀，画糖画，吹糖人啊、嗯，捏面人啊，全是小买卖啊。别看买卖小，它垄断行业，那不够起照的钱都。不挣钱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？怎么买房了？买房，他岳父岳母盖那个房还了得？他们自己盖房啊，在黄崖关长城。怎么那么远，都盘山那边了，到天津找这地儿 啊, 啊天津到了蓟县还得往北去25公里，进深山老林，黄崖关长城在那儿盖的四合院，真能糟践东西。我跟您说，七进的院子。嗨，怎么叫七进？四合院讲的进，一进是一个院啊，两进是两个院，七进是七个院，是这么拎的。后边带着花园，金鱼池。哦，那是讲究。列位，这是一般人住得了的吗？是这么大房子，他岳父岳母还不满意了。怎么？这什么时候津巴布韦、阿富汗、索马里买套房就好了？行了，都炸平了。嗯。列位，黄崖关长城边上啊，七进的四合院，老两口子不容易。那得卖多少茶鸡蛋呀、啊？每天夜里12点收摊儿啊。茶鸡蛋拎进来，豆汁儿弄进来、嗯，各种小吃都收进来之后，忙完了1点半。哎呀，老两口子1点半开始往黄崖关这儿赶，我回去住去啊？回不在外边不？必须自己家里边。哦，哎，到家洗把脸，赶紧往回又翻，因为4点茶鸡蛋就得出摊了。你这老两口时间观念真严格，那错不了啊。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。是啊，这老两口子3个女儿，嗯。哪儿有功夫要孩子呀？这净在道上折腾了吗？这不是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，那是留给我徒弟的啊。太棒是吗？生3女儿，哦，真真连连爱爱，哎，还都是菩萨显化的。嗯，您这个媳妇儿行3，就是最小的那闺女，前面还有2女儿啊，那俩闺女都结婚了。哦，大姐二姐都结婚了，嫁人了，一直到这3闺女、嗯、认识于老师，就是我呀。哎呦，后来说交往这么长时间了，上家看看我父母吧，这也是应该呀、啊。啊，于老师跟这嫂夫人啊，那会儿还没结婚呢，是啊，对象嘛，俩人高兴啊、嗯嗯，准备着干粮，准备水，嗯，哎，拄着棍儿，俩人就奔黄崖关长城了。哎，我们按野营那么去的，嗯，一到家一瞧，嚯，嗯，屋里边摆一大圆桌。是岳父岳母做好了，大姐大姐夫，二姐二姐夫，嘿，等着我。桌上珍馐美味呀、啊，都有什么呀？茶鸡蛋呢、啊，豆汁儿啊。这今儿不出摊都得卖我。嗯，老太太看见姑爷高兴啊，那是美啊，吃一个啊，嗯嗯，反正就茶鸡蛋呗，再给你包一个啊，成对儿的，真好。嗯嗯，哟、哦，这个好，怎么好啊？这个有毛。哎嗨。叫毛鸡蛋就甭吃了，高兴坐哪儿 啊, 啊？坐着坐着、啊，岳母站起来了。怎么？他大姐夫跟我出来一趟，叫大姑爷跟他走。这是他们家的门风。干嘛去？接长不短的，岳母要跟女婿聊一聊天，聊天什么目的？哎，谈谈家常，看看你对我闺女怎么样，就是了解一下情况。娘俩出来奔后花园金鱼池，在这闲逛。哎，围着金鱼池聊天转悠。最近怎么样啊？嗯，两口子抬杠了吗？拌嘴没有？说着说着，老太太脚底一滑，怎么？呲溜，扑通，这是掉金鱼池里边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大姐夫把这外衣咵一甩啊，钻进去，
给老太太拖上来了，还会水，岳母高兴啊，好儿子美了不白疼，那确实，我给你买一辆夏利汽车。你瞧，这么费这么大劲买辆夏利汽车，你别乐啊，那是80年代呀、啊。哦，现在来这车不叫是80年代来辆夏利还了得？那出去还没有私家车呢。对呀、啊，是是，给买一辆，高兴，不错。回屋吧，嗯，老太太乐，你们看我一身水，你一身的水、啊，可不是吗？我没留神，那个，嘿嘿，哎呀，别这儿脱了，哦，哎呀，还有人呢，废话，上屋脱完出来啊，换好了，哎、啊，二姐夫，嗯，来，老太太不闲着啊，嗯，带着这个二女婿哦，上院里围着金鱼池，也不长记性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嗯，日子好不好？哎哎，磁流懂。肯定的，老太太掉水里了。哦，二姑爷连外套都没脱，怎么样呢？钻下水去给老太太脱上来，这急茬的，老太太感动了，是吧？好儿子，嗯嗯，外套都没脱。对了，真好，就你，给你买一辆桑塔纳。呵，这比夏利又强多了。高兴，嗯，搀着回来，哎，一进门乐了，嗯、你猜怎么着啊？怎么样啊？我又掉水里了。哎呀，嗨、哎。没留神啊，你要脱了就是再出来也成啊。上屋里换完衣服啊，啊，干个劲劲的。谦儿啊，快来，这回到我了。过来咱们后花园啊，肯定是逛过金鱼池。哎哎哎，来了金鱼池边上啊，没等说话呢啊，老太太咚掉下去了。哎，不是掉下去，咱就扎下去了自个儿。嗯，于谦站这傻了，怎么样？我不会游泳。嗨，老太太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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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沉了。一条生命在眼前消失了，死了，多可怜！岳父也很难过，是吧？岳父给他买了一辆大奔。我，哎，我无意当中把老头的心愿完成了。到后来，俩人结婚之后，还结婚了呢？那错不了。嗯，嫂子说了，于谦儿怎么样？咱俩人要学会游泳，对，谨防别人害咱们。嗯。游泳太关键了，那确实是。呵，嗯，两口子一下功夫，这事儿成了，就学游泳啊。嫂子游泳游多好，他下功夫了，后来成专业游泳的了。怎么叫专业呢？他是国家跳河队的啊，跳河队的叫什么？跳水队的，国家跳水队的。对，还出国比赛，有，哎，参加过那个铁娘们三项运动。什么名儿这是？怎么了？哪儿有这比赛、啊、都有这个什么这那叫铁人三项赛，那是男运动员啊，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啊。反正很好，很好话。哎，谦儿游泳游的也好，我也练过呀。第一姿势好，标准不是，我不懂，因为我不会啊。什么仰泳啊，什么啊，什么这各式各样的那个那水。我这姿势是不错，就是水里的玩意儿啊！我这个不是那个怎么？你不用这么比划，这王八精您比划的这是啊，显年轻啊？哪儿显年轻啊？显长寿这个、哦，那行，就是第一是姿势很全面啊，就说就行了。哎，第二来说就是速度快，哦，还快？哎呀，他游泳游得太快了，怎么快、啊？裤衩都追不上，那、哎、就是没穿。人在前面游，裤衩后边追他啊！等等我！哦。挤的裤衩都说话了。嗯，反正我们只要是一出去演出啊，你不管是大连呐、啊，什么青岛啊，嗯、啊，海边城市，我一般都是娱乐室怎么样？游一圈，我们看看吧。干嘛还看我游泳啊？欣赏。哦，就那么好。我是真爱看他游泳。嘿，一到这会儿他就来劲儿了。我呢？求我是不是啊？拿糖。哎，来劲儿了，求您求您啊！那年就是在青岛嘛。嗯，我说谦哥您看。嗯，这大太阳，哦，喝凉啤酒，多美啊！吃小海鲜，太好了。您得游一圈，让我们欣赏欣赏啊。又想看，哎，我们伺候着吧。这还怎么伺候？一帮人奔海边啊，哎，给准备太阳椅，哦，大躺椅，毛巾啊，凉啤酒，嘿，烟卷，哎呦，打火机啊，小吃还吃，都准备好了啊啊，大哥，嗯、啊，请，让我游。还得伺候着呀，真成吗？大哥，请。嗯，他也高兴，是吧？游给你们看。好，现在先更衣啊，换我衣服是必要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摘帽子。我戴一什么帽子？这么大作劲呢、啊？这个。
是怎么个意思？貂皮帽子。大夏天我上海里游戏，我戴一貂皮帽子。谁告诉你是夏天了？不是冬天呐。冬天你让我上里边游泳，夏天有的是人，干嘛看你啊？也是啊，哎，讲理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冬天我就游泳，对，就显摆吗？哦，哎，戴着帽子，大墨镜，口罩，围脖，嘿哈，那戴多长围脖啊？大衣啊，这是棉坎肩，太全了，西装。我知道游泳，我少穿点不行吗？领带啊，衬衣。全脱了，背心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少来这套啊！你给我解释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贝贝家啊，穿的还真全。这个人心很脏，你知道吗？你先说清楚了就成。大皮靴哦，裤子啊。绒裤，哎呀，秋裤，全穿着，毛裤，毛裤穿秋裤里头啊，扎得很不扎得很的玩意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这么看出来了，这是袜子是吗？对，哎，袜子要这么脱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知道吗？不像话，您这个。从上到下呀，衣服脱了没了、啊、就剩个游泳裤了。那就游泳吗？我们这一大帮人要看啊，就剩游泳裤。是各位怎么样？哎，这干嘛？这样就不合适了，多新鲜呢，对不对？是，您得穿上 啊就为亮个相。大哥请坐。哎，就赶紧坐那儿吧。哎，躺椅这儿不油啊。哎，那个先给我点根烟。全毛病，咱得伺候着，得点烟。大哥，嗯，这儿接过来，还得给点上。于老叼着烟，寒劲儿上来了、哎、呀，你抽完再脱好不好啊？冻死这孙子！你，哎呀，这海边的风凉啊！早知道吃了，这多大瘾呢？这个肚子里有点火星子，暖和。好，卖火柴的小女孩了。哎，那是什么小吃啊？还有心这看小吃呢？大哥啊，青萝卜。大冬天的，冬天青萝卜才好呢。哦。于老师拿过来，好家伙，那盘胡萝卜，胡萝卜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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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萝卜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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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萝卜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拿我当兔子了。四盘萝卜，每盘二斤半。我大冬天坐这儿吃十斤萝卜，我这儿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跟大哥回什么呀？干炒黄豆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就等这个呢。好，这一大塑料盆啊，40斤干炒黄豆，干嘛准备那么多呀？哎，于老师，爱吃，全吃，一个豆都没剩，就喜欢吃这个。40斤干炒黄豆，是各位，40斤怎么样？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谁都吃不了啊。那凉啤酒给我，你瞧瞧，打凉啤酒。叫渴，接过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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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，哎呀，打嗝，喝了半箱凉啤酒，好家伙，你想干炒黄豆它叫渴呀？那就是叫水啊！啊，嗯，我说大哥，差不多天快黑了，好，这折腾一天还油不油了？对呀、啊，再给我点根烟，瞧这事儿，还得点，这接过烟来，
你不如先下水，你这走吧，老几位，马上、赶紧两口，是，走啊，走吧，行了，因为这，哦，哇，好家伙，这全脱了踩烟头啊，光脚踩烟头疼啊，废话，它烫啊，啊，改天再游吧。弄死你信吗？折腾我们一天了，不客气了，下去，赶紧吧。这一说下去，于老师赶紧奔海边就去了。哎，行了，不用学这姿势，到水里边，咱佩服人家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游的这好啊，漂亮啊，各种姿势，一会儿这样的啊，一会儿这样的，各种王八跳舞呢，跟这海里。发自肺腑的佩服。啊，好，真棒。但是呢，各位，刚才可是吃的东西了，还没少吃呢，十斤萝卜，40斤干炒黄豆，半箱啤酒，半箱凉啤酒，哦，抽烟又喝一肚子风，到水里边一折腾，水里它暖和呀，肚子就胀，就有气儿，是，您各位都是有生活常识的，这个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眼睁肚子确实胀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会儿就看它水面不动了。不动了，肚子难受，就趴在水面上。这真棒！你要我在水面那么趴着，我得淹死。这叫飘着呀。人家没整个人放平在水面，飘着不沉，飘着飘着就漏气了。啊！一漏气呢，人就往前窜一块儿。啊！一漏气，人就往前走。哦。哎，反正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。哎呵，有大有小吗？那是啊。到最后来一特别大的。哦。哎呀！吓我一跳。啊。这么近的海边还有鲸鱼啊？什么鲸鱼？那看动物世界不那么刺激的吗？那是一个东西吗？那个？再看着一会儿，叮当，水都起来了啊！水一落下来，你看这水面上啊，小螃蟹、小虾米、小鱼儿、小黄豆，什么？又没嚼碎了。好家伙，太恶心了！您叮当稀里哗啦，叮当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啊！谦儿哥，您快上来吧！怎么了？水开了！去你！这是我小儿子啊，长个了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他小伙伴啊。多好玩！行了，回去吧啊。他们不跟你们聊天啊。跑跑啊，跑跑吧，去吧。他说他要跑一跑啊。好，俩人迷路了啊。下去吧，我们没下班呢。真要跑一跑啊！哎，跟你侯叔叔，你们哥仨快下去吧。嗨。真拉平拉平了啊，那个这一晃啊，孩子们都长大，可不是吗？我们这都这岁数了，两鬓斑白一点都不假，还真白了。刚才到后台跟孩子们聊天的，一问这岁数，哎呦，我还以为他们来的时候那个岁数。嗨，包括高峰来的时候还是小小子呢，那时候也是年轻，你看现在跟中年妇女似的啊。谁呀？高老师。老高。哎，高老师在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快来！哎哎，对，发聊，哎呦，他叫高峰。哎，朋友们好，我的师弟。对，我们仨是一辈儿的。哎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没错。谦儿的师父是师父宽先生，是。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，范老师的范导爱。哎，去，还没记住呢。我是范振玉先生啊，范山玉先生。山玉干什么呀？范振玉，哎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哎，不用，没有翻译啊，没有翻译是范导爱啊，去，他就一个名字范导爱，对，我还给他递这个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老相声老前辈，哎，泰斗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有遗憾呢？没有，我师父活着呢啊，好家伙，说死了，让您给，还是您反应快，我还快呢，谁的师父谁惦记，你这话有点过分了，怎么了？你打算六一再说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就半个多月呀，啊，不少喽。什么不少？你别许给他，回来他讹你。这我可不负责任啊。很开心。当然了，哥仨在一块儿也那么些年了，真是多谢他们哥俩帮衬。哎呦，您客气，真的真的啊，净跟着我吃亏受累了。应该啊，挺好。回来那个索马里的房子我送你的。好，不够车钱，改花园了。他那套就在那儿给炸了。哦，那么回事。挺好，老高啊，哎，属于你的时候到了。哟，我要展示什么呀？给大家唱一段吧。哦，嘿，很谢谢朋友啊。
这比较难得啊。高老师这个嗓子非常的冲啊，我最近正练呢，在我们后台嗓子是最好的了，德云第一嗓嘛，那错不了。嗯，刚才我听他后台练嗓子，是唱了一段现代京剧，有您听见了？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这是我代表作。哎呀，振聋发聩，响彻云霄，真棒啊，是吧？您能不能唱一句让我们尝尝？哟呵，您的意思现在我就展示展示。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就来这一句吧，我这就开始唱了。您等一会儿啊。嗯，我想帮衬一下您。怎么您打架我？别别别，我唱前半了。哦，要学那泰山顶上，您接着一青松，高腔是我的，好不好？这难度更大了。好啊，升低了这东西啊。嗯，好，于老师一会儿您给说说。这不敢当，我都没听过您唱。哎，您客气。嗯，是个调门啊，高一点啊。要等等。哎，这人哪儿都好，就不听劝。我怎么了？让您起高点。哦哦，您这唱不痛快。这不低呀、啊。不行，高点。要再高点。要你不舍得唱是怎么？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我这儿得拦您。我让他高点。我听见了、啊，但是我跟您说，这就不低了。哦，这还低？一会儿到您这儿，您得是翻上八度唱。没告诉您，高腔在您那儿呢。您翻上去唱，那才最高呢。跟您有关系吗？他唱前头，我接后头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儿。我是唱不上去，对不对？今天这德云社25周年的日子，咱们今天我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就我怎么就碰不上好人？你这个，你下刀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游泳裤衩？那嗨嗨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一腰，再高点。一腰，再长一点。一腰，再来来。腰，哎，谁踩你了似的？来不了太了。差不多啊，尽你所能。要要一要，可以了，保持住。嗯，学那泰山顶上，哎，来吧。哦，注意啊，我听着呢。一青松啊，谢谢。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，还跟人握手呢，唱成这样。这人不你先伸的手吗？我先伸的手是让你停了，别这煽动群众了。为什么不唱多好啊？哪好什么？我听见什么了就唱多好啊？我让你听完给说说，你不听你。我说什么呀？您这都是这都是大便干燥的腔儿，您这个。就这路词汇，你看看。什么呀？我都没听见都。咱白唱了，人家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？他没听见，耳朵都聋了。你看看，震耳欲聋嘛，是不是？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哎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咱们再来一个，来一个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我喜欢这个。穿，哎，好。林海，嗯，跨雪原，气冲。哇，还有口技，来，霄汉，这回注意啊！我这一直听着呢，霄汉。那谢谢各位友友们，高老师，咱们再唱一段吧。我还上瘾了，特别愿意跟您一块儿唱。我也这样想的。好的啊，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，你还耗什么都没有啊？嗯，嚯，已经开始了，来吧。哎，走，什么戏？您这是？你早点问，我忘了。那你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吧。哎，玉井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剑，出剑是我的啊。好的，注意啊，来了。嗯，这回彻底不出声了。哎呀，哟呵，好戏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删空了，还删空了，指这个，怎么样？又来了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朋友们都鼓掌了，你也很喜欢。行，不错不错，是不是艺术啊？哎，他绝对这么评吧？啊，怎么评？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哎，等我拿馒头去啊！回来，你这葛言葛语这劲儿大了，我废话，你这叫轻视艺术，哪儿有艺术？哪儿这就叫艺术？我告诉你，谁都能唱，谁都能，咱甭说别人，你能来得了吗？谁都能唱，我凭什么来不了？啊，太好了，各位欢迎，让他来这个，你站这儿。你站这就哆嗦，哆嗦吗？我有什么可哆嗦的呀？哎，这就叫抬杠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高了，我上不去，你这不出声，谁来不了啊？准备好了没？谁问你呢？啊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这路是一个调门吧？嗯啊啊啊！
你吃了沙崩子了？没有，他吃了黄豆了。没听说过。吃萝卜了吧？来吧，啊，行吗？啊啊。啊，再高一点啊！啊，我尽你所能吧。啊，您这学我，您好不了。听着吧，来了啊，准备。嗯，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前，站立宫阿门。Please, it's your turn.动动物二瑞，什么动物二人转？二人转干嘛呀？不是来呀？哎，谁的搁馒头，狗都能来。你来呀！这卷毛的狗，哎，不是，还说卷毛的馒头，卷毛没听说过。卷毛的馒头，不是你们那意思，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说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我谁都能来吗？来不了了。废话啊！你们这叫缺德，没点缺德了。废话，这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这高的地方谁都唱不上去。我可以试试。你家人有？好啊，你试，你来。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好，还我起调门是吧？高点，高点。好嘞，听着吧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真好，嗨，你捧我干嘛呀？你太高了，你以前是不是在宫里上班的？不用废话，接我这个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凡。啊，上去。谢谢，哎呦，送花来了，往前走两步。我好啊，这儿写着了啊，公主德云社25周年生日快乐啊！哎呦嘿，真好。没想大操大办，嗯，今年德云社都25年了，多快！小小的德云社，大大的老百姓，嗯，没您各位支持，我们到不了今天。没错，就是一帮普通说相声的，凭能力吃饭。哎，您各位多支持多捧，嗯，发自肺腑的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等着30年的时候，咱们大操大办一回，哎，得热闹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对，那年跟嫂夫人也是金婚了，嗯。谁跟谁金婚了？等头都掐，不重要。好家伙，不重要。今天来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对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一块聊聊啊。好，见个面啊。咱们依次介绍，哎，从那边开始啊。这头一位，高峰高老板，哎，那是我的爱徒栾云平啊。这是跟着于老师一块倒门过来的冯兆阳啊。旁边是我的儿徒啊，啊，烧饼，我徒弟啊，曹鹤阳。这是我们九队的队长，我徒弟张九龄。大高个儿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王九龙。这是我们这两位特别好的演员啊，这个在天津学艺成长啊，刚来德云社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水平非常的高，你们多给耳朵多给时间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。我介绍你们记名字啊，这个不大的，这叫王善勇，嗯，这叫高玉凯。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烧饼啊，你有没有准备什么小节目啊？我没什么太大的小节目。哦，对。爱听烧饼啊？谁说烧饼有毛病啊？啊，行了，啊，擦皮鞋呀，啊，来吧，给大伙儿擦个皮鞋吧。这就将近3000人，擦一会儿就得啊，来啊。
要不提都忘了，好像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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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，我的生意将开张。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，我的生意将开张。不论你是男，不论是女，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，这个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还有人要演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啊，栾副总要演一个啊。哈哈哈哈。啊，这个栾云平其实，哎呦，坏了坏了，不演了不演了，快起来吧！啊，嗯、啊，这碰瓷儿还是不错的啊。来，都往前站，都往前站啊！这个给大伙儿唱一个《大西厢》吧，好吗？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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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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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有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叫西厢记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